吊对角出界，球出底线，林丹获得了局点。好球，漂亮！他要在场上敢做动作啊，就能够展现出自己的特点和实力了。反手勾一个对角得分。杜鹏宇在作为一个青年队员的时候呢，他在两个网前还是有自己的特点的。林丹在两个膝关节都做了一些保护，打上医用胶布作为绷带，主要是为了防止受伤。好球，又一个，但是挑了个半场。林丹一看这球挑的质量不高，突然的加速，在头顶杀直线得分，拿下了这一局，21-13，比赛进行了21分钟，林丹1-0领先。赛事转播由李宁为您独家呈现。胜战在握，赛事转播由李宁为您独家呈现。胜战在握，观众朋友，欢迎您继续收看2011年亚洲羽毛球锦标赛。我们在成都的四川省体育馆现场为大家进行解说和评论。大家现在看到的是男单半决赛林丹迎战杜鹏宇的比赛，在下半区的另外一场半决赛将在晚上进行，是由鲍春来迎战陈龙。在亚洲锦标赛过去20年的历史上呢，中国队从来没有能够包揽5个单项的冠军。